来，今天是跟男的说，女的说呀。跟女的说。多大岁数啊？38了。这么大岁数？那可不。二婚。不是，根本就不是二婚，没结过婚，是大闺女。干啥的？卖车的。销售。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要给我奶当司机了，走过来。啊。奶奶上哪儿啊？上那公园里头。那个正天正下班，晌午天有活儿，问他都要啥条件，我跟他商量商量去。拿你想法跟我说说，都要啥条件，要啥家庭的，要啥小伙的，回来最好的是要多少那个彩礼，打多少钱，你跟我说说，我心里还有数，我跟他们念叨念叨去。最起码得40-50万吧，最好的话还是要有房有车，然后我也不喜欢和老人一起住。来，今儿这又没戏吧？没戏，看崩了。我一瞅这个女的，我都瞅有气。哪有说要这么老些钱的呀？咋不要300万呢？你说这个吧，还要条件，还不跟他妈住？难道说你是石头缝崩的？那人别过分了，那你也有老的时候，那你都吃唐僧肉是咋的？别过分的要，什么家不过日子呀？什么家眼中不冒烟啊？咋这过分呢？难道说你镶金边了？花那么老些钱，老家连衣服都干弄不了，我不管他了。来，哎，走吧。走。差不多了，这都8点多了。哎，走，回来那个给你们同学瞅瞅那个人去，回来那个好让他俩瞅瞅人。横还是那个人民公园啊？啊，上人民公园那瞅瞅去。我告诉他了。哎，你们同学还有几天上班啊？算今儿还5天，不算今儿还4天。这几天你给卖卖力气，让他在家有活儿，就给他弄成了，或者说是最起码的靠谱点的吧。要不这没日子回来了，不得年底见去啊。哎呀，这真得卖点力气，给他尽量说成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我奶奶又给我们同学介绍个对象，让他俩相成人去。跟着我奶到地儿了，我那同学跟那个相亲女士还没到呢。来，这相亲的女多大岁数啊？27了。她哪儿人呢？有武装的，姐儿俩。她大姐出阁了，都剩她了。她妈还挺着急。啥学历啊？都初中毕业，跟那小子一样的文化。这会儿应该能成啊。看着瞧吧，反正我那么想着，那女的说那么件事挺乐意的。咱们瞅她相咋样吧。你把那情况跟她说了吗？跟他说了，要不都愁人儿。其实我那哥们儿啊，除了不耐说点，剩下啥都中。一个月能挣10000块钱，家还有2套楼房，还有车。人家他妈也跟您说了，只要说成了，那个大楼房120平米的给他们俩住，然后再给那个未来儿媳妇买辆那个高尔夫，这可以了。可以，听着这条件是不赖。来电话了啊！您来吧，我在这公园这等着你呢，都在那个大桥这儿。我奶奶领着我们那同学还有那女士，他们俩见见面谈谈去了。刚才我也是征求那个女士能否同意我拍个视频，人家一口决定不同意。小峰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相亲呢比较敏感，大家伙多担待吧。如果以后能遇到那个合适的或人家乐意的，我再拍。咋样啊？他俩呀？他俩刚见面，他俩那聊一会儿，回来他俩又划船去了。叫他俩那划船吧。我想的是啊，他俩乐意不乐意的，等中午让他们给我个话得了。咱不这儿等着了，怪弱的，家走了。又下岗了。下岗了。没人的义务都是把线拉过去是吧？打线接上都没事了。中啊，要不带你走吧，在这样当灯泡也没劲。是呢，走了。来，哎，俺同学的事儿没戏呀。我听着也没戏，我听着那女的刚跟我说了那么天儿，那女的说吧，一个是像你们那同学岁数大点儿，二一个吧。嫌他那个工作不遂心，说不大去在家待着。他待不了家待着，人签合同呢，一走走1年。然后你同学说他俩谈不到半小时就走了。
那个相亲都那样啊，要是乐意都多谈一会儿，要不乐意不大会儿都散伙。跟你们同学说说，赶明往后啊，带乡人啊，让嘴好着点。那个开脑吧，不照别的活儿。你讲话啊，这一年也看不着人儿，那你说上哪找搞对象去呀？也练不出来嘴头子来。那人呢，好马长腿，好人长嘴儿。让他锻炼锻炼，尽量让那嘴好着点，这媳妇儿没问题，好说媳妇儿。